花莲县的第五届精品咖啡评鉴颁奖，秀林乡咖啡产销班评鉴囊括有有机咖啡组的银质奖、一般咖啡组的特等奖，还有秀林乡特用作物班的产销第一名金质奖以及银质奖，也成为第五届咖啡评鉴最抢眼的乡镇之一。花莲县第五届精品咖啡评鉴颁奖及成果展示记者会二号在美伦饭店办理。花莲县精品咖啡评鉴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年了，今年参赛庄园生豆件数创历年最高。秀林乡咖啡产销班评鉴南瓜有机咖啡组银质奖，文山咖啡农园丁春香一般咖啡组特等奖，秀林乡特用作物班产销第一班林志祥，金质奖秀林特用班作物产销班第一班，银质奖也是秀林乡特用作物产销班第一班，可谓是秀林乡表现最亮眼的乡镇之一。我们这个咖啡呢，也参加个秀林乡特种作物咖啡第一班，在每次的这个会议或是平时呢，乡公所、农经课以及乡长的重视呢，都会来辅导我们。各种的肥料也补助，而且技术上面呢，也帮忙请专家来参与我们的班里面的会务呢，来辅导我们。到典礼呢，现场也看了我们的种植技术、田间管理的部分也做得很好。另外，上层的部分也有农粮署、新秀农会，也积极的在帮忙，帮助我们部落里面的咖啡，真的是。今天呢，非常的感谢 这些单位参赛一班组哈，然后啊，我能够得金质奖是这个蜜处理法，哦，我这次送了三支的后制法，蜜处理、水洗、日晒都有，很高兴这，很荣幸这三支都有得奖，哦，然后再来就是，我菌质退了之后，哦，因为我们部落有一个很强的大医师泥坦咖啡。然后他就跟他一起做伙伴，在山林工作的伙伴，然后所以我们也参加了我们的产销班，所以我的后制法都是参照他的后制法，所以能够拿到这么好的成绩。秀林乡长，我们可以表示秀林乡公所对来辅导各部落产销班，不仅提供软硬体设施的协助，同时也争取预算与主办各项农业升级以及加工的辅导课程，就是期望能够提升部落各项农特产品的竞争力。而后秀林乡公所会尽最大的努力，延续多年来秀林乡各部落产业的培植及辅导计划，在提升产业竞争的同时，也让全国看见秀林乡。记者熊毅，欢迎收看。